观众欢迎收看博斯高球台为各位直播的2020富邦长春公开赛第三回合的赛事精华。这场比赛呢，原本12月9号到11号呢，在台湾高尔夫俱乐部，也就是老淡水球场，要进行三个回合的赛事。不过第一回合呢，因雨取消，因此在昨天第二回合的比赛，战局领先的是卢建顺。卢建顺在昨天的第二轮赛事当中呢，单轮打出两支一狗，缴出5安的67安的成绩，而居次的则是杨思成68安，而69安并列第三的包括陈志忠以及林根基。陈志忠以及林根基呢，在昨天第二回合的赛事都是打出三支 birdie， 没有任何的 bogey。徐若瑄在昨天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则是打出73杆，在昨天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，这个成绩是跟沈忠贤还有杨坤元并列。那这一组当然李文德也是在同一组开球，在昨天的第二回合呢，李文德则是打出71杆的成绩。第二洞的 par 3的球洞，这是沈忠贤他来开球，不错哦，相当精准。同组还有杨坤元，杨坤元刚刚在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， 看一下他这个第二杆的开球如何。哦，也是稍微有点过头，待会要靠切推了。这场比赛原本12月9号到11号在老淡水球场进行三个回合的赛事，不过在第一回合英语暂停，昨天的场上也是英语绵绵了，今天呢天气要比前两天要好很多了。不过当然在下过雨之后呢，不论是球道或者是果岭，速度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。徐若瑄的 birdie 推杆，差一点点力道哦，果岭速度仍然是慢哦。另外就是沈忠贤推 birdie， 刚刚开球是开的蛮不错的，哇，一样是推短。杨坤元这边在回推 ，OK， 收 par， 所以仍然是高于标准杆两杆。而伦德呢，昨天的第一回合是71杆的纯接，今天呢在第一洞马上就抓下来一支 birdie， 因此现在是来到两个 under。不过这个推杆有点可惜了，开球开得非常漂亮，但是 birdie 没有能够抓下来。个人呢，今年在台湾长春巡回赛事当中，已经是拿下了五场比赛的胜利。徐若瑄在这个短洞第二洞是顺利的收 par。刘文德也是一个 par， 继续维持在低于标准杆两杆。然后沈忠贤也是没有问题，前两洞都是打 par， 目前仍然是高于标准杆一杆。第四洞 par 4的球洞，在球道上面詹旺跟了他的第二杆，
还是短了一点点，所以这个球呢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。吕文德目前则是正三，稍微左边哦。这个球距离应该是可以上得来，但是因为比较左边，因此仍然是在果岭外。而林吉祥呢，这个进攻角度不错，因为是在球道的右边，可惜这个球方向是控制的还不错，但是距离稍微大了一点。同组是业余球员陈廷宇，陈廷宇在昨天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是73杆的成绩，在业余球员当中是战列第二。这次的富邦长春公开赛的场上也是有六名业余的青少年好手参加，在昨天第一轮的比赛呢，打得最好的是林志玉，林志玉是打出70杆的成绩，也是唯一一个 under par 的业余青少年选手。李文德这个短切球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所以这个球是直接 tap in 了，打 par。林吉祥直接拿推杆出来推，从果岭后方的长草跳了一下，这个球速度够吗？哦，虽然是稍短了，不过也是快到了哦。虽然是控制相当好的一个推杆，林吉祥目前也是高于标准杆三杆。陈林宇，左边还要再稍微抓一点。张望跟他的 par putt， 哎呦，从左边这边钻了进去，好球！陈林宇这边也是一个 par， 然是正二。同样是短洞的第二洞，就是陈志忠来开球。陈志忠今天在第一洞呢，也是有一支 birdie 的进账。开球方向是稍微有点左，再来是林根基，林根基呢在昨天第一回合比赛当中是打出69杆的成绩，跟陈志忠并列。同组卢建顺，卢建顺刚才第一洞也是一个 par， 昨天第一回合的比赛卢建顺是抓下两只 eagle， 在第15洞第7洞的都有 eagle 的进账。昨天从后九洞出发哦，那过九呢到球场的前九洞之后啊，第5洞 birdie， 第6洞 birdie， 第7洞抓下 eagle， 让他一举超前。然后这是在昨天第一回合居次的杨思成，哎呦，这个球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哦。待会儿第二人再来切，昨天这个第二回合杨思成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，到最后呢才让卢建顺给超车。不过当然，刚刚在第一洞的杨思成马上就吞下了一个 bogey， 啊，这个短切球切的也不好，过头蛮多的哦。
但回推收帕尔又是一个问题了。陈忠的长推，刚刚第一洞呢，陈志忠也是有抓下一个 birdie。哎呦，再来！哦，这个长推这么远的距离啊，哎，差点让陈忠啊直接推进。第二洞是打 par， 第一洞 birdie， 也第二洞 par， 所以陈志忠的目前是负四，跟领先的卢建顺差一杆。而卢建顺的这个球从过岭外推进来呢？也不错，所以前两洞的卢建顺都是 par par， range 是低于标准杆五杆。嗯，杨志成这一个球又推短。所以第一洞 bogey， 第二洞至少也是一个 bogey。至于林根基呢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有点可惜。林根基的前两洞则都是打 par。然后所以杨思成的 bogey 原本第二回合是负四的成绩，今天出发连续两个 bogey， 退到低于标准杆两杆。